注意看路，至于吗？嗯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理解，理解。嗯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故意撞我怀里的套路，太得人心了。哎，这人要是太有魅力，怎么武装都武装？ 怎么又是你啊？我警告过你了。我也警告你，你不要以为你把照片给删了，我就不记得了。你快跟我道歉，要不然我就曝光你。你不要再跟着我。哎，你等等，跟我道歉。道歉？对，第一，你弄脏了我的东西，虽然也有一部分是我的责任。 但第二，你无端抢夺他人财物，窥探他人隐私；第三，你出言不逊，说话很没有礼貌，难道你就不应该跟我道歉吗？别再胡搅蛮缠。我胡搅蛮缠？作为一个男士，要有一点点风度，啊！ 你就放他走了？要是我可没那么容易放过他。那是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人早就已经走远了。他那句抱歉是因为非礼你道歉啊，还是因为抢你手机啊？谁知道呢？管他是因为什么，总之，我觉得这个人啊，脑子严重有问题，臆想症。 道歉这两个字儿吧，虽然字儿不多，但含义可丰富了。他那么轻飘飘的说出来，显然毫无诚意。你呀你，都说近朱者赤，你怎么没有学到我一分的得理不饶人呢？嗯，请说我比较随和。对对对，你随和，随和呢就总得让自己吃亏。哪有啊？嗯，东西收拾完了没有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，等我明天面试完。 我就立马搬过去。说到这儿，我还要感谢这个世界上最可爱、最漂亮、最善解人意的金瑶大编剧。